双溪乡牛埔社区向中华生活美学馆申请社座，以及传播文化发展计划，邀请专业的老师带领关怀祭典的长辈探访了解牛埔砖头的在地特色，再来安排儿童教育的课程，让老宝贝体验起汉字球的趣味。双溪牛埔社区向中华生活美学馆申请社座，以及传播文化发展计划，除了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替关怀祭典的长辈上课，亲临牛埔砖头了解在地文化，又搁特别设计鞍山地教参道的儿童教育课程。在这个计划的设计里面呢，我认为这些经验交流里面，在这个长辈早上这些交流里面，就是很温馨的哈。那下午的话呢，我们安排了一个手作的课程啊，就是由呢义福社区这个周怡婷还有这个陈文怡他们两位的老师呢，来教大家呢手作这个芋圆哈，还有地瓜哈。那是由呢长辈自己种哦，栽种，然后呢自己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去手做这些东西。那下午呢也会呢大家其乐融融在这里炸这些地瓜来吃哈。我相信这个计划里面是对凝聚这些社区的一个意思是很有意义性的哈。番薯是陕西出名的农作物。大多数拢是用炊，或者是煮甜汤。即个社区专家安排煮番薯球的课程，按下番薯、暖番薯开始，互长辈拢感觉真趣味。有哦，真新鲜哦，食过水哦。好耍哈、哦，嘿，真好耍。现场有真侪长辈拢是头一届煮番薯球，感觉真新奇。也阁有人按厝内底早蚵仔来甲大家分享。除了番薯球，也阁有蚵仔的口味。牛埔社区指导员陈文如表示，为着鼓励长辈到社区上课，拢会无定期安排丰富的课程，甲长辈斗阵耍，做伙学习。成功，好吃，好吃，好吃对啊，吃吃吃。大中华新闻叶凤如，陕西采访报道。